天气这么热，我们来吃竹笋冰，很特别的。宜兰有笋农把竹笋先穿烫，然后放到冰淇淋机里面做成竹笋冰。重要的是，这个竹笋冰是高纤低卡，多吃也不怕胖。哇，好吃哎！咦，我第一次吃这个，这是竹笋哦。到底是什么冰这么好吃，让这位小姐一吃就上瘾，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？原来就是这碗像雪花般的竹笋冰。它很绵，然后而且它的甜度很浓郁，在嘴巴里面哦，赞。果肉你知道是什么肉吗？它开始 吃不出来，不像吃不出来是竹笋，真的像什么？像水果。口感绵密，还吃得到果粒，真的天然的雄鹤。原来今年竹笋生产过剩，笋农力拼商机，先把竹笋穿烫后切丁倒入锅里，再加点白糖，小火慢熬。纯粹都没有加水。就变成讲爱直直拉得未？没，袂使拉，慢慢拉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对，啊，你慢慢会有去用用，而且就变鸡的颜色。过了一个小时，最后把鲜奶和冰淇淋粉一块倒入机器里面，软绵绵的竹笋冰就大功告成。看颜色，我一开始会以为是凤梨之类的，可是吃起来不像。这几天实在热到让人快要融化，来碗透析凉的竹笋冰，消暑又解渴，而且竹笋高纤低卡，吃的又没有负担，不少女性可是趋之若鹜。民视新闻黄富义宜兰采访报道。